一年一度的宠物用品展7月11号要开展了，超实用的商品抢先曝光，带您来看看最新的宠物隔音小屋。关上门之后呢，让您不用再担心在公寓里养狗会打扰到邻居。还有宠物专用的附件按摩器，可以解决大型犬常见的髋关节问题。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这句话还真是一点都没说错，因为他们用的、吃的、住的几乎都快要比人讲究。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平凡无奇的狗屋哦，记者现在实地来做一个测试。轻轻关上，所有的噪音瞬间消失，小宝贝再也不用害怕打雷的声响，饲主也不必担心狗狗会吵到邻居。是什么让这只黄金猎犬看起来这么享受？答案就是它专属的背带，固定在背上，即使狗狗乱动也能够持续发挥效用，号称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大型狗的关节退化问题。黄金猎犬那最重要的大毛病在于髋关节上，经常会有一种先天性的老化，它不但防止老化，而且会增加它能量。不要以为这条项链只是一般的钻石项链哦，这一颗钻石可是用狗狗的骨灰跟毛发制成的。您没听错，即使毛小孩已经离开人世，它的骨灰或毛发所精制的碳原子也能透过高温高压来制成彩钻，戴在身上就好像它永远陪在身边。宠物用品展将会在11号盛大开展，爱狗如命的朋友也不妨自己走一趟，寻个宝。记者黄一凡、周庭宇台北报道。